子收到一个邮件，是澳洲的同学夫妻吵架，因为跟公婆相处不来的问题。我们应该怎么劝他？对，人跟人之间有善缘有恶缘，希望把善缘抓住，恶缘不理了。我们只缺善缘，不缺恶缘，这个前途是光明。只接善缘，不接恶缘，这个念头好啊。恶缘全部给他挑掉，要从我开始，不要等别人，等别人永远靠不住，靠自己。菩萨修行修自己，不是修别人，修自己了，修自己跟一切善缘永远结合，一切恶缘永远离开。好啊，从哪里做起？从我自己做起。从今之后不跟任何一个人结恶缘，无论是哪个人都欢迎他了，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还能带着冤亲带出去吗？经常找不到人。你先觉冤亲债主没有了，一个都没有了，到极乐世界去。还有一个牵挂的，没有放弃的，那是恶缘的绳索，你拉住不肯放，所以去不了。这个要知道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与大众团体之间，人与国之间，国与国之间，通通是善缘，没有恶缘。人家想做恶事，想把恶缘引过来，没有，引不进来，这叫没有恶缘的根，他说不进来。想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念头比什么都重要。生生世世的恶缘，我统统放下。好啊，生生世世的善缘，我希望牢牢地抓住。什么是恶缘？念人天富贵，这个念头不好，念还有怨恨没报，那去不了。一定要善缘的接触，恶缘的断掉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你恶缘不断，善缘接不成，这个缘不好，这个缘永远是个把柄，人家抓住什么。别人给我有恶缘消了，我给别人有业缘断了，好啊，你这一生只有善缘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永远断除，步步退让，